说你觉得网络上提的资料是很不完整？目前的话，我觉得也不能说网络上的资料很不完整，应该是说网络上面的资料库目前是一个很杂乱的现象，所以才会变成说我在画这本书的时候，就是除了问眷村本身的地址之外，我还要参考在比如说126页这边，我还问到赛德克巴莱的剧组那边去。对啊对啊，就是建议如果说看完漫画有兴趣的话，想要去当地参观，如果说就是那个地方的地址找不到关键地的话，可以上 Google 打看虎尾镇的整名国小，然后整名就是拯救的拯，人民的民，就是找到三村之后可以慢慢沿线去问人，可以找回二村一村去这样，然后包括独立特派员的东西的那个，哦，那个我有看到。对，看完之后，就在搭配相关的新闻，然后就是要记得打，因为建国一村很多，就是打虎尾建国一村，然后去了解其实很多的历史的人员跟学者，还有包括云科大文资的教授刘明俊老师，都有查了很完整的资料，其实上去的话都看得到相关资料。这个接下来要再增加签名吗？除了里面的签名以外，签书会，签书会，签书会，我可以签名字哦，就是打个比方，把老板的名字于老板这样子，然后怎样怎样怎样，对不对？我告诉你，人生没有多少次可以出书哎，尤其漫画可以今天算热卖嘛，所以你应该要再签一次这个。有话语的，啊，不然直接画。好，那我们就一个掌声，谢谢。那可以下。哎，你可以下来，别这样喂。180。